大家好，今天我一个人要徒步2个小时去大山里拍摄今天的视频。比较远，沿着这个河一直往里走，走到水的源头就到了，去那里找一个瀑布。这个山上有的地方已经开花了，有红的，有白的，那个不知道是什么花。这些水都蛮清澈的，这源头水可以直接喝的。这里有一颗这个金樱子，应该很多人吃过。这一颗一边是红的，一边是青的，好奇怪。还有野菊花，这山里真的是到处都是宝。这个树蛮好啊，感觉可以做一个超级大的弹弓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洞，这个洞有点大，但是没有多深。这上面还有一层小的，走近看一下，这里面滴水。这个水管是供应我们这个村的自来水，直接喝的饮用水，因为这个源泉水很干净。等下我要从那个边上那里爬上去，那里不太好走。这里以前是有桥的，但是桥断掉了，我不知道怎么上去。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啊，现在要想办法上到上面。直接从这里翻上去吧，从这个地方应该能过去。好像有人走过这个地方，对，这里可以上。看有人走过这里。这个水池就是我们这个村的饮用水，直接从这个源头水取水，很干净的。这里就是今天的目的地了，这有一个瀑布，小瀑布。这个瀑布有点高啊，上面还有一层。